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疗剂叫做香紫罗兰 Sweet Scented Violet、Latin 学名叫 Viola Odorata Viola Odorata 香紫罗兰。好了，这个疗剂呢适合一些、人呢是、通常是比较肤色比较黑、头发比较黑，咁同埋咧系比较系高高瘦瘦嘅，同埋好紧张嘅情绪，好紧张嘅女人女仔吓。咁佢影响嘅地方有几度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耳仔吓，佢、耳仔咧成日咧觉得有啲流液体啦，好成日都有吓，同埋有由出世就开始有呢啲咁嘅情况，成日好啲液体渗出嚟嘅，咁听觉啦、失聪啦，同埋耳仔咧有种射嗰种嘅感觉，同埋声音好响啊，同埋有啲痕咁样样嘅。咁仲有咧，通常咧佢呢种耳仔嘅问题咧，伴有眼球都痛吓、记住咧，当你耳仔有呢啲症状咧，系连埋嗰个眼吓、眼球吓、眼框框嗰度咧都有痛咧。咁呢个咧就系嗰、那个那个香紫罗兰呢个症型嚟噶啦，系啦。头方面咧佢有啲头痛啦，咁佢嗰种头痛咧就通常咧系包括嗰个头皮好紧好掹紧吓，头皮掹紧到咧佢就要成日皱埋个眉头嘅。咁、那个头痛咧就系、前额啦，跨过前额啦，喺个眼眉上方啦。咁通常咧就是眼眉上面的位置是痛的，还有前额也有一种興那种的感觉啦、条颈后面呢就是后尾枕那些肌肉呢是很紧，头皮很紧的这种这样的型的头痛啦。还有呢他们又出现一些那个小朋友小孩子那个尿床啦，
咁通常啲尿液咧係奶白色嘅尿咧，同埋咧嗰個味好濃嘅嚇。咁、啊、仲有一個應用方面咧，就係、是、風濕性啦嚇、啊。通常咧嗰、那個四肢嘅嘅風濕啦，尤其是我哋嘅嗰個Delta 啊嗰、那個三角肌啊，同埋右手嘅手腕嚇、啊，尤其是女性嗰方面咧，呢種咁樣嘅痛。啊，尤其是手腕咧，好似一種壓住嘅嗰種嘅痛啊，尤其係右邊嗰方面嘅。仲有一個應用方面咧，就係俾孕婦啦。喺孕婦期間咧，就覺得好似唞氣唞得唔係好順咁樣樣，係有啲緊張啊，同埋心跳啊，好似唞氣不順嘅。好啦，咁仲有一個就係小朋友嚇、啊，小朋友嘅肛門痕、啊、出現那些生蟲啊呢方面嗰個問題，咁誒呢個一個細療劑嚟嘅，咁但始終咧喺同個療法咧，係任何嘅療劑咧，你用得啱咧，就有奇妙嘅嘅效果噶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